要传达什么？他们在传达的就是台湾人的价值，透过自己乡亲、自己的故乡去传达为什么我们这么好。你难道还要去在乎别人外国的月亮吗？难道觉得这个台湾人的东西不够好吗？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方法，其实我为什么在看第一场林导演的电影的时候我感动掉眼泪，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的想法居然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就是我们的社会的希望，孩子是我们社会的希望，那个方法就是深植孩子的心田。那我除了看到这个电影里面看到林导演他在做这件事情跟我想的跟陈云鹏老师想的一样之外，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林导演他除了在孩子的心田里面植入良善的种子之外，他在过程里面花了几千万在栽培年轻人。好，因为你看到的这些动画是这几年林导演带着年轻的学生画出来的，你这些故事你看到的很多的绘本很多的故事是国外的，那这是台湾自己的年轻人跟林导演自己编出来的绘本跟故事，然后变成电影。这个就是接办，这个就是传承。你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几岁而已，哦，那我尽可能的不出现，为什么？因为要交棒，要传承。如果说我们打到最后都还剩下我们的话，那这个战 这场革命可能不会赢。那这场价值的革命，我们需要100年，需要200年，所以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接棒。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导演。谢谢，谢谢志豪，谢谢各位书院的伙伴们。我拍这个电影哈，是我这一辈子做过最傻的一件事。怎么讲？最傻呢？当初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有很多人去质疑我。你为什么会去想拍一个儿童电影呢？距离《不倒翁的奇幻旅程》最近的一部儿童电影已经14年了，1998年王小弟导演的《魔法阿嬷》，14年来不曾再有过儿童电影，为什么呢？不是电影人大概很难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市场对儿童电影是不友善的，或者是说没有信心的。所以国片一直以来没有人敢拍儿童电影。我为什么会拍这部电影呢？我是佐证人，我是一个长在那个山里面那个一个小孩。我家就住在那个伽马点的后面，那个伽马点其实是我叔公他开的。我是佐证人，理所当然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因为佐证是一个非常非常穷的乡镇，它物破地大人稀，可是物不薄，所以它的税收永远在内政部的统计永远都是最后倒数第几名，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穷的乡镇，我大概不例外，我们家也是一个很穷苦的家庭出来，可是。我长在左镇，我从小很喜欢看树，因为有一个荒野伙伴从台南赶过来参加这一场，然后他先离开了，他叫黑皮，我跟黑皮讲说，我们在台南我最喜欢看凤凰木，然后凤凰木民生绿园就是早期就市政府那个圆环，有一棵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凤凰木，它的树冠好大好大，然后它长得非常的健康，一棵很老的树的，可是它还是很健康。我跟黑皮讲说，我很喜欢那棵树，黑皮说我很有眼光，因为我不是像各位一样是比较生态的专家，然后我说我也很喜欢小东路那一排，成大那一排凤凰木。那相对的那里的凤凰木就长得比较不那么健康，可是它的树形也都很漂亮。那我以前很喜欢树，我很喜欢看盆栽，人家雕琢的好漂亮的盆栽，后来我就不喜欢盆栽了，我喜欢地上的那些树，那我慢慢会去欣赏所谓的树的性情，它自己它的性情它的性格
所长出来的形状的信心，而不是被雕琢出来的啊。因为我对树越来越这种感知，我对人啊也越来越像这个啊一个，就那个可以把那个关掉。